把他处理了。是。林凡，你以为我真的是为了那个信物吗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其实我的背后另有其人。主任，难道是他？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的亲哥哥还惦记着这个位置。也不怪他，他本就比我出众，只是太过心狠手辣。但是没想到，这么多年他一直暗中蛰伏，准备给我致命一击。当年他的长相与主人极为相似，才弄出这个血玉信物。久而久之，江湖便传言得信物者得血玉的谣言。我真想跟他好好聊聊，只是至今他一直躲着不肯见我。你知道他在哪儿？我是不会出卖他的，这大人的手段我可惹不起。扔狼窝里。是。别，我说